各位老师们，我是你们的中文弟子郑融合。大家好，大家好。你以前用过毛笔吗？有有，小时候用过。我要给大家正能量。这个正能量是积极乐观的能量 energy。 我是郑融合，想给大家传递正能量，是郑融合积极向上的能量。郑和郑是同音字，还知道了同音字。对，因为我是天才，我是天才。那聪明的人，我是聪明的人。侯三雷。那郑天才，你现在还一个人在家学习吗？对，微博上有我的老师们。正能量。有信心吗？有信心，因为我有好好学习，天天向上。给大家看一下。三人行，必有我师。一日不见，如隔三秋。绕口令。八百标兵奔北坡，北坡炮兵并排跑，炮兵怕把标兵碰，标兵怕碰炮兵炮。哇，看来融合同学在学习中文上下的功夫是很深的。谢谢。融合同学通过这次的学习，有学到什么方言吗？方言。能好，我是郑融合，你们好犀利，老师们，有的，大家好犀利。
老师们走散。谢谢融合的老师们，我会一直好好学习，天天向上。谢谢你们，我爱你们，老师们 ，I love you，I love friends。